大家好，我是小秀。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嘛，也没怎么下雨。上次我家旁边不是种了一棵枇杷树嘛，现在我要给它施一点农家肥，让它长得更高点，也不会枯死。安静的离去，却孤单一起，拥挤的回忆，时间抹去。前几天这个枇杷树都快枯死了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浇水它。看，今天的这长得好一点。天空将你我相遇，怀念你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妈妈种的韭菜和白菜，你看白菜都发芽了，我要给它施一点农家肥了，啊。知道有好多时候我一个人。你们那边还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厕所啊？欢迎你们的留言哦。现在我要去再给他浇一点水。反正我成日都问你，你究竟中意我啲乜嘢？说得多一些，改变了彻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